目前，本届进口博览会志愿者的服务相关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。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东方卫视记者陈毅。陈毅，你好。你好，邢佳瑞。本届志愿者是否已经全部到位？现场的服务又有哪些亮点？马上给我们介绍一下。好的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进口博览会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时刻了，倒计时的时间。今天我们在整个会场当中，我们都发现，在各个岗位上，志愿者的身影都开始陆续出现了，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刚刚呢，我们拿到了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啊，这个今年的进口博览会大约会有超过6300名的志愿者活跃在国家会展中心的各个角落，给大家带来热情周到的指引和帮助，会给大家每一个客商会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。那我们都知道呢，在历届的重大的事件当中，志愿者都是那一抹最鲜艳的亮色。因此呢，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进口博览会开始之前，能够走近他们，了解他们的所思和所想。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呢，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志愿者们的家，志愿者的大本营。大家在这里呢，可以进行一些自己志愿生活的一个分享，同时也可以组织一些主题的活动，应该讲是一个其乐融融的环境。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排行榜啊，叫做荣耀步数排行榜。其实我们都知道啊，会有6300名的志愿者，超过6300名的志愿者会活跃在这个国家会展中心。每天他们这些小叶子都非常的辛苦。那么他们的这个第50名啊，他的这个步数是多少呢？我们可以看到有超过22000步，只是一个第50名。应该讲就是每天的这些小叶子们，这些志愿者们的工作都是非常辛苦的。根据我们的观察，包括在这个前4位的步数都已经是超过了6万步，我们也觉得会不会太辛苦？之前呢，我们也和一些志愿者们也在聊，会不会太辛苦了？超过了6万步这个数字，但他们的回答令我们非常的感动。他们说，这是一次人生的一个历练的一个过程，他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记录自己的一个成长，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，让我们也是非常的感动。确实如陈毅所说，我现在手上呢还有这次，离不开志愿者的付出和辛苦。